好，我是静。今天我们在丝绸味儿的时尚派世界购物中心，一个有40多年历史的老品牌了。那这个雪花霜呢，它不挑肤质，用起来非常的滋润，也不油腻，也是长辈们很喜欢的一款产品。好啦，我们到啦，松本清亮妆店，在丝绸味儿里的5层哦。Snow Queen 黑销雪花膏，这个呢是妈妈奶奶们都很爱买的雪花膏，它可以让脸看起来年轻健康，也不会干。虽然呢它是祖母级的雪花膏，但是呢年轻人也可以用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小时候睡前呢，我只用了一个护肤的步骤，那就是把这个雪花膏擦在脸上。Tops 的对面，这个是用来擦脸的，可以让皮肤保持水分。干皮的福星，碧岩露，这个功效也是一样，用来擦身体的。这个一个是擦脸的，一个擦身体的。如果你皮肤很干，擦这个放皮肤保持水润，摸起来香香滑滑的。货架最前面的这款产品可以看到，这是 Hazel Cream Snow， 这是小瓶装，这是大瓶装，还有旅行装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款产品呢是泰国的国民品牌，很多人都在用，就是我妈妈说她非常喜欢用这款产品，用完以后呢会觉得脸上非常的健康不干燥。现在呢这款产品还有特价，339泰铢。